带招财猫去公司会怎么样？我以为老板会辞退我，没想到还给我加工资了。公司上班，电梯里被其他同事关爱了，用山竹提醒我到了。哎，这是老板办公室，别进去。你就知道享受，老板椅舒服是吧？你别在这躺着了，被老板发现就不好了，快走。哎，我说你还不能。昨天我的猫把老板手机砸坏了，我没有敢去上班，结果看在办公用品的份上，我犹豫了一下。万万没想到老板这么大方，回去妈妈就给你加两罐。同事投过来羡慕的眼神。哎，我正好能用这部荣耀手机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个发给老板会怎么样？边拿工资边吸猫，妙啊！自从同事们知道我养猫后，竟然还带了撸猫专用的小手套。公司突然听见高跟鞋的声音，这声音好像是从老板会议室那边传出来的。难道老板？